周深哥哥。好，哎呀，好了，哎，来到这个照片。今天也是来的有点迅猛哈。对，您好，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刘彦池，第一次合作。周深，你好。您好，您好，我可知道你，你不一定知道我。我天天听你的《大鱼海棠》。哦，谢谢谢谢谢谢。对，谢谢谢谢。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知道吗？你不可以唱，那我可以唱。我可以唱啊。你可以唱啊，那你唱吧。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哇，我有点想哭哎。啊，为什么？因为首先这里无任何的音响，无任何的设备，你唱得很好，真是天籁之音。谢谢老师，不，别。但同时，你知道吗？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这个 MV， 还有包括我看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那个原声，然后今天看到你坐在我旁边唱，就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听起来又不一样。是的，哎，我们先请这样，周深给你的喜欢你的朋友们，还有正在看我们苏宁易购番茄台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苏宁易购番茄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深。好，我们的天籁之音周深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对你有非常多的这个名字哈，给你起了很多昵称。对，我们就第一个问题，我得问你这个问题了。啊，你知道吗？有天籁之声，啊，有段子手，嗯，有小可爱，还有靓仔，哎，你都听说过吧？算是听说过吧。嗯，你最喜欢哪一个标签？我其中有个最不喜欢的。啊，好好好，没问题，说。就刚才听了很多遍的天籁之声。啊，我错了，打扰了，不好意思啊。没有那个靓仔。你们觉得每次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奇怪吗？你说，我又下面有请我们天籁之声的歌者周深，然后就在后面。啊，谁会跟大家介绍我是天籁？我觉得这个话呢是这样理解，你不能自己这么说，但我们说是客观的，对不对，朋友们？不对，这种声音还不是吗？哎，但他们为什么说你是段子手呢？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段子，我可能你很喜欢讲段子吗？不，我只是话多。哦，可能你不经意之间讲了一些梗之后，大家就觉得哎，挺有梗的，有段子，对不对？可能他们喜欢你吧，你做什么他们都喜欢你，就真的就是话多。啊，话多话多，好，那我们就好好聊哟。对，话多，好吧。小可爱，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很可爱。小可爱是我比较负责前面第一个。不是，就是人物性格很可爱，然后又很帅，所以叫靓仔。哎，你好像就是我们高中初中那种阅读理解，就是一个人，然后就开始描述他心理活动。做主持人就是要阅读理解，哦，察言观色，任何时候要好，对不对？哪怕两个字都要把它说成两千个字。是的，台长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好，哎，那我先问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说这个偶像男团啊什么的，要包括刚刚走的这个雷佳音老师哈，他们现在组了一个极挑男团。对，假设要组一个这样的男团，你会愿意跟谁成为队友？天马行空，你喜欢谁呀？好多啊。我喜欢的差不多就是，嗯，怎么说呢？他们不会成为偶像男团，因为他们是女歌手。也可以啊，混团啊。啊，可以吗 ？Why not？ 说不定有一天就可以啊。哦，没有人知道不可以啊。哦，以前都有情歌合唱呢，对。合唱就算男偶，对对对，我们就说的是偶像偶像男团，哦，偶像团体，偶好不好？男女都行，你想跟谁组团？虽然这个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我觉得应该不太会达成。梦想。说说看，说不定就会遇到鬼，好吗？梦想还是会有的。很可怕啊！能说吗？不是能说吗？我猜到是谁了。谁啊？对呀。真的？对呀。真的？对呀。王菲，他说。这个怎么组成偶像？你知道为什么会想到他吗？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天籁之音。又夸一遍。王菲老师是我，不是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声线很像。这不会吧，我觉得是，很清澈，很空灵。反正王菲老师跟邓丽君老师对我来说，对我的唱歌影响会比较大。邓丽君老师我们真的只能是一个梦想了，但是王菲老师很可能会成为现实，不一定是团体，很可能，说很可能到底是哪里，对，就是正式的合作，期待期待有合作，期待好吗？期待周深梦想成真。哎，我说我押韵了，哦 five good， 又不是我押的，为什么给你击掌？我很嗨，就是比较嗨。对，那你觉得如果组成一个团体，你觉得你会在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担当？如果啊，那既然都前面都已经这样说，那如果跟王菲老师组成一个团体，那 vocal 担当的话就轮不上我了。哎，那也不一定嘛，男生的 vocal 对吧？啊，还有呢，你团体里面很多和声担当，和声担当，嗯，和声担当，嗯，哇，
周深做和声担当。我经常唱和声。哦，对，哎，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好悠扬，应该说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攻击性，所以跟别人的声音会比较好搭一点。嗯、纯净，真的是纯净，怎么样都有话说，你知道吗？怎么样都可以形容到我起鸡皮疙瘩。对，起鸡皮疙瘩啦！对对对对，好，哎，他们丢了一个问题，其实说实话有点难选。哪个？真的，我觉得你要选一选。他们说，如果给你一个亿，和让你选容颜不老，你选哪一个？是不是纠结？你会选哪个啊？我选一个亿，因为我可能想把苏宁亿给我买光。哇，好厉害！对，但其实内心又想选容颜不老，谁不想容颜不老？那你已经选完了。对，好，容颜不老就给我吧。啊、哦，好的。哎，配合默契，容颜不老，但你本身就是很童颜的感觉。都不用选，我觉得我建议你选一个亿吧，一个亿可以买很多保养品，也是可以继续容颜不老。如果选了一个亿，还是很有可能可以保持容颜不老的，是吧、哎？想太多，想太多，正常了，优雅的老去没什么不好，对，对不对？就每个人都会有那过程。是的，嗯，好，然后呢，因为真的觉得你是个小可爱嘛，就觉得很卡通，因为我们以前看机器猫里面啊，都会有选择超能力啊，你知道，任意门啊，紫蜻蜓啊什么的。如果在那一堆里面选一个技能或者超能力，你会选什么？任意门。哎，为什么？因为你看，就是你喜欢旅游的话，就不用坐飞机，就不用出差，就不用等飞机，又不用等飞机延误，或者是工作的时候都不用去到任何城市，只要是化好妆，然后提前一个小时开门到现场。哎，看出来平时应该挺累的，舟车劳顿，舟车劳顿。因为就是路上真的会比较疲惫。嗯，还有我觉得如果我有任意门，打开门可以随时见到我想见到的人。啊，那他会吓一跳，你是很开心，他就觉得好惊悚啊，他会觉得这是什么？可能他正在洗手间的时候，他不用在任何时间，他在最正常的时候看本书，你突然出现，他会被吓一跳吧？哎，还真是啊。对，那所以你如果那一堆里面，你会选哪个？哆啦 A 梦那么多宝藏，你会选哪个？这个宝藏，我想选的可能不是哆啦 A 梦里面有的，但是我真的是个财迷，可能想选的一个亿，不是，对，类似点石成金哦。或者隐形你想不想要？隐形？隐形眼镜吗？不是，就是隐形的功能。哦，对不起，隐形的功能。隐形想不想要？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吧？没有什么用处，好奇怪，就拿它来干嘛？晃来晃去整天，而且你救自己。而且万一有什么急救情况，呼救还没有人能够帮你。这个不好玩。隐形没有太大用。你那个任意门好的。对，任意门非常好，特别好用。是的，嗯，因为其实现在周深也越来越多有粉丝了哈，我也是其中之一，真的是其中之一，我毫不夸张。别对，那你觉得你的粉丝们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粉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变得越来越好的一群人吧，就是大家一起奋斗，不仅仅是我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要能够就是。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追逐自己喜欢的梦想，我觉得是大家一个陪伴的过程吧，就大家一起会变得越来越好。哎，这种感觉真好，嗯，就你带领着大家，对，好像在奋斗的路上一起像插上一对翅膀。其实不存在带领，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我累了，他们的力量可以拉我一把，然后他们累了，希望我的歌声可以拉他们一把。因为很多时候会看到评论像谁谁谁告诉我啊，我考研通过啦，我考上我喜欢的大学啦，我应聘到我喜欢的工作啦，我在我的工作上又有新成绩，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大家一直在成，大家一起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更好的。对，而且你自己身上，励志的动力，我觉得每个人都励志。对，然后也会让粉丝们感受到，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哎，我觉得很好，这样既没有距离感，我们又可以一起去朝梦想前进。对，就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吧，然后当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对，当哪些梦想实现的时候，大家一起共同来庆祝和欢呼，对吧？也对，真好，对对对，像一家人一样。是的，像一家人，对的。因为今天我们说的主题啊，还是买买买购购，对，买买买，对不对？好，今天的超级秀啊，网购，你今年就今天晚上回去，比如说你会买买买吗？我刚刚才买完，真的？对，来在空档的时候，对，买了什么呢？买了能透露吗？卸妆的，因为我卸妆快用完了。哦，就是哪个牌子我就不问了哈，对，哪个牌子我就不问了，对，就买点卸妆的吗？还有别的吗？那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吃的。啊，真的，你好瘦哦。可是是得多吃点，我那个吸收不好，就是爱好比较少，就喜欢吃东西、看电影、唱歌，很宅的感觉。我买，差不多买吃的好像最多。吃的是什么东西啊？很多啊，现在有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牛肉，还有喜欢吃的一些冰棍儿，还有喜欢吃的一些大家都喜欢吃的像什么
垃圾食品、啊、薯片啊，对，什么各种什么膨化食品啊，哈，就真的很好吃。去 get 周深同款好吗？好多宝宝在说你容颜不老，小学生。深深真棒哦，小学生，对，你要跟他们说点啥吗？因为他们在跟你互动，因为马上我要进一个游戏环节哦。对，为什么看到有个土豆？他土豆，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土豆，可能是但是薯片什么的。土豆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在网上买？可以啊，所有东西，生鲜、蔬果。哦，买菜现在都可以买菜啊，对啊、哦，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方便。一看就是平时不自己怎么做饭。对，非常方便。很多宝宝们都在说啊，我就是正在去购买的路上。喜欢喝汽水吗？喜欢喝，我不太喜欢喝汽水、啊，我比较喜欢喝水，健康，不是健康就单纯的水，就是白水。对对对对，你也是个挺单调的人。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很无聊、很无趣。不会啊，过自己的生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多美好啊，对吧？好，时不时也让大家看到一点。好的，哎，后面我们有一个互动，哎，嗯，居然是让你来听旋律猜歌名，我觉得这个好简单啊。我也觉得还可以啊，那我们一起猜，万一有我猜不中你，因为我不知道，不可能哦、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歌。来，那我们听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场放一下，放大声一点，让那个在线的宝宝们，他们叫你周深深小可爱，深深可可爱爱。好的，来，请放第一首，来。万有引力，王祖龙的，但这是个翻唱的版本。完美，他们说你中华小曲库啊。哦，不是，不要给我立 flag。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听得出个什么东西？来了，有点难。开往车，邓紫棋的声音，但这个叫什么？你把我灌醉。哇，你就听一个字开，你就会了。开，但我听过这个歌吗？哦，好，第二个回答正确。好，来，再来。为什么我们老师发出了无奈的笑容？是觉得太短了吗？这一把。这个我可能没听过。不一定，刚刚你说那首你也没听过。这个有点陌生。啊，没了吗？你是在随机选择吗？会不会有点很随意？会不会有点过于难度，有点太高？你也是有点任性哦。他们让你宝贝多休息。哦，我休息得很好的。嗯。这个要是能猜出来，我可能是写这首歌的，或者我放题目告诉你了。对。这是什么？颜色是幻觉，用纸被你的声音勾上线。继续放好吧。哎，他这么严格。猜得出吗？还要再来一首吗？好吗？可以给我个副歌吗？副歌，刚刚那首歌的副歌。已经下一首。啊，这个知道的，这个我都知道。马上就来了。啊，大碗宽面，吴亦凡。对对 对, 对，他已经把名字念出来了。对。完蛋。最后一首。他们说情人，刚刚那首歌。哦，蔡徐坤的情人。对。我就说放，这就是我的阿拉崩吧。哇，我唱的达拉崩吧。对，哎，这个歌词好像巨难，我听到里面什么巴拉崩拉崩崩什么什么嘎，巴拉崩巴班的贝蒂不多比罗翁，大不了空土库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就出了公主米呀，莫拉苏拉丹尼写力红，回到了666666，第几发了枪？666，哎，这歌词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很有意思啊。对，很有意思。但是它真的好难记。是很难记，对。但是我觉得这歌，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唱它在那个舞台上、嗯，因为我本来原定的不是唱那首的，啊，是好像是正式上台的前一天，然后临时决定要换歌，然后去唱的它、嗯，所以还好我之前听这首歌比较多，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唱完。绝对没有必要办，就是它真的是要靠这个，很绕口，很绕口，记词也会很难，要靠这个很熟悉才可以。对，对，好的，你看他还得背词，当然了，我们深深不是背词，我们深深是张口就可以了。他们说我这首歌是歌界贯口，还真是练一下贯口。对，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来喽，我们要请周深在他的这个照片上面签上他的亲笔签名，好吗？然后我们会送给待会儿呢做一件事情的朋友们，是什么呢？你先签。对，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记得关注我们番茄台的直播间，左上角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关注点它好吗？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做这个动作，你才会有机会来抽取到我们周深深深给大家签的这个非常深情的签名，好吗？深情。对，我们一共有五份啊，我们待会儿要请周深来给大家截屏，我们要请深深想一个口令，就是大家一起来刷的口令。然后另一个超级秀会不会太长？会有点超级秀，
你要不要跟自己有点关系？周深超级秀，好，周深超级秀刷起来好吗？周深超级秀刷这个口令发到弹幕上，让我们看到这个评论上好吗？排山倒海的周深超级秀，好多张是不是？他们也是醉了。没有，我在想是之前还说是大家说什么自己每天在自身觉得很尴尬，然后最后说一句大家一起打周深超级秀，感觉反差很大，是不是？融入进来之后发现什么都是自然的，存在即合理。不不，好，讲完了。好，来给大家看一眼嘛。好，好，来我给大家看一眼，这里还有，还有一张，给大家放个近景。对，我们看一下，哇，你这张好正式啊。对，就是我好像是在我们的歌里面的时候。你好难得会拍这样的穿西装革履的照片了哈。是吧？嗯。我觉得你更多时候都是休闲的，就是那种随意的。对，比较休闲一些。对，好，帅帅帅。好，周深超级秀已经打好了。周深，要不你帮我敲两下屏幕，然后截屏，好不好？哦。来，就这样敲。来，三二一。要快，双击。Good. Do you wanna be a snowman? 好好听哦！啊，这也可以夸出来，就是那个嘛，《冰雪奇缘》对呀、啊，里面那个小孩的时候唱的。对对对，小朋友。我也有童年，哦，不是童年，我也前几年看了。对，嗯、好来，周深超级秀，恭喜幺三五 L G 齐，然后幺五二幺三九幺七八幺八六啊，一共五位，一二三四五到幺七八结束。对，好，周深超。超级秀五个，我们只要前五个，一二三四五，没关系、哦，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这张截屏上面的前五位的宝宝找出来，然后呢会来联系你，然后帮我们填写你的详细地址，我们今天周深的签名照就会寄到你家啦。谢谢您、嗯，我们一起期待，好吗？谢谢您。谢谢您。哎，这真的有番茄？对，我们是番茄台啊，我们东方卫视啊。哎、真的、哦？对啊。甜吗？那个番茄？我还没吃。对，待会儿我洗一洗，好吗？好，谢谢。好的，谢谢你，才是周深，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拜拜。